救人，比如说悼念佛祖还有济公菩萨，他们都是一个人下来救人的，那菩萨他们为什么不组一个团，比如说89个菩萨一起下来渡人，一个投胎当总统，一个投胎当官员，一个投胎当明星。你看到了，你看到了。不是，我就是好奇问这个问题。好奇的，我现在讲话你都听不懂啊，来了这么多菩萨你看得见不啦？他们不是一起下来的，你知道菩萨下来多少你知道吗？只不过你看不见呀，连你自己都是菩萨，你看见了吗？你不是这个团里的，只不过你这个团你自己到下面来救人，你是分散的呀。哦，听不懂啊。那么他们是不是到一定时候，他们全都会醒来是吧？他们都知道自己是菩萨的。他们也是通过天上托梦，他们才明白。对了，或者有名人指点。你比方说，很多人打进电话，台长说他前世是菩萨，他马上哭了，难过了，就知道马上就做梦做到自己在天上做菩萨的情景了。那么假如没有太上指导的话，他自己就醒不过来了对吧？要看的，他一直做好事，一定有菩萨会指点他的，他会见到像这种大神通的人的。如果他没人指导，他就永远见不到，他就迷惑，他就颠倒，就像很多做官的人一样，他吃喝玩乐，他全部把自己前世都忘得一干二净了，听得懂吗？哦，菩萨在的还真的有风险。当然有风险了，救人没风险的。消防队员灭火有没有风险了？